背后阳台还有一个活着的。知道。别开后门，谢谢。别开后边门。好，咱们先下去。还没停呢。停了，下飞机，在周围保持警戒。好了，poke回来了。你们下飞机了吗？我标的一二三四，我们 PLA 的去清三四点，然后一二点交给你们，你们人少。我们走飞机。走。我跟走了，二号先走了。前面有哨卡，有敌兵，把这个车停到前面石头后面，把这车停到前面。收到。毛子那边已经开干了，有三个步兵和一辆车。你们是想直接冲过去，还是先把这帮人干掉？先干掉吧。好。皮卡上面重机枪，跟我过来。好了，欧根，你带着莫叶朝前走，我在这个地方掩护你们，我瞄准那个机枪手。手呢？等到200米左右的话，等一下，等差不多到那个50米左右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开始交火。然后我听到你们交火以后，我帮你们干掉机枪手。还有活的吗？我跟莫叶过去查一下。好的。小心碉堡那边，我刚才看到后边好像有人趴下了，不确定他死了。收到。说说还有人吗？全部击毙了。去拉一下欧根，我开车到你们这边来。驾驶，别上副驾驶，到后边抖着，车走，然后到那个射击位置。你们一个朝前，一个看着前面，一个看着后面就行了。收到。敌方装甲车，敌方装甲车。下车。都还好，还好。爆炸一下，
我们可能要换车了，这个车坏了。收到，上去。搞定。Channel timed out。可以用监护里面。可以可以，你如果有机会了。这个朝，这个在哪朝我们开火？哦，看到了。用这个车做掩体，掩护我，我上去用这个点五零。妈的，直接换弹了，稍等我一下，他刚才里边没剩多少弹药了。你们两个还好？又换弹了，我下来了，欧根岛。User in your channel timed out。跟快起来，别站到这儿，别站到这儿。不需要你们两个人来看着一个人，谢谢。有人在 WN 方向，有人在 WN 方向。看到了 ，W 方向。树后面 GB 走，准备进去，这边掩体太少了。莫叶后边跟着，莫叶跟着了吗？在，下回回应的快一点。刚才我在城镇这边建筑物旁边还击毙一个，就这停着两个车的后面的那个建筑物二层。收到。看到位置了吗？哦，看到。好像没死透。收到。这回应该死透。后边建筑物上有人，等一下，阿尔法小组听到没？收到。我们在三号营地里边发现一个穿着俄军装备的人，你们这边有任何情报关于这个吗？没有。是他是有武器吗？还是他是看起来像什么？他朝我们开火了，他朝我们开火。击毙他。也去三号。任何朝我们开火的人都可以击毙。相信进这个院子掩体多一点。有个机枪手，车后面趴着。对面楼上 NE 方向。CB。NW 方向车后面趴了一个。收到。击毙一个 ，fuck， 这边阳台上面都是人，击毙。收到。
毛子，你们 RPG 停一下，我们已经在三号点里面了。走。直升机前面还有一个。他是什么？我们后头。我直升机正在高速前，高速后。击毙了。直升机要跑。车是我开的，车是我开的。倒在火里边的时候 ，Zeus 要帮一下忙的，你老这样子，这，哎 ，Zeus 没在线 ，Zeus 没在线。后边建筑物里有人，我跟。雷之出，收到。身上还有伤，我现在动不了。OK， 可以。不行，这边完全失败了，他们跑了，不知道跑到哪地方去了。我找到对方的指挥官了，找到一个指挥官。击毙。什么情况？他掏出枪来了。枪呢？只能击毙他。枪在他身体里啊，兄弟。这边发现一个现金室一样东西，我发现有人质，发现两，先把俘虏卸下来，两个俘虏都在这。收到。快点，我带这个走，你带那个走。收到。莫叶，醒着的话，活着的话，去 S 方向，我们进来那方向。你看见莫叶？存放俘虏的房间有没有找到任何情报？文件找到了，文件可以文件捡起来了，我先出去了，就都先出去，别挡到这儿，先出去，然后。收到。情报说雇佣兵要攻击后边的那个，后边的就是那个和平会谈，会谈就在后边几天后，把这些人装到这个厢式车上面，把这个人装到这边厢式车上。我们去找一下那毛子，我还能最屁股后边坐两个人，可以朝外开火。没错，是的，我相信你们可以。有本事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攻击我们呀！现在大家都在一块儿，你说吧，想干什么？没有，这是我们任务完成了，我们要撤离。就这样。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们需要撤离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的情报呢？对，如果你们不撤离，你们情报你们已经拿到你们该有的情报了。扯淡，根本没有，是什么情报都没有。这直升机是你们的吗？我也想是我们的。直升机是敌人，所有人反击，所有人反击。如果你们再不撤离，你们就会像这一帮从直升机上下来的人一样。你倒是有本事朝自己头上开火呀！走，想说什么？
我们差点跟这帮货打起来，然后他们好像也想干掉我们。这事你到底知不知道？真的？啊，这那个他们要杀这个指挥官的事儿，这个俄罗斯当局没有跟我说，所以这个行为我对他们作为合作伙伴很失望。然后我们来这里是本来找导弹车的情报的，所以俄罗斯当局也算是这地方没有，这地方没有导弹车的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不知道的，但是俄罗斯当局是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这里是有导弹车情报，所以我才派你们过来的。然后把枪放下，莫言。你们那边人也把枪放下。哎，大家都放下枪，我这儿好好说话，毕竟都是当兵的，是吧？没人阻止你们撤离，好吧？如果我们不过来的话，那帮反扑的敌人都把你们给包围了。你应该感谢我们过来。好了，没别的话跟你们说了，再见，赶紧从我眼前滚走，赶紧从我眼前滚走，再见，不送，走，咱们走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回去吧，今天没顺风车给你们搭了，走。OK。PLA 都上来。OK。